就是叶德先生对吧？一路过来辛苦了。我是枫丹蒸汽鸟报记者夏洛蒂，这次除了买您的茶叶，还想顺道做个简单采访，不知道您方便吗？采访？这是要替我的茶叶做广告？嗯，可以这么理解，我们枫丹人也是很爱喝茶的嘛。枫丹市场啊，那我可得认真准备，需要时间。哦，最好能坐下来，预先沟通采访时要问的问题。当然当然，这边请。这位也是你们的帮手吗？我还以为我人缘够好了，原来山外有山啊，真是失敬失敬。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哎，闲云姨，肯定是要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吧？走吧，趁你爸爸没看见。没遇上什么问题吧？别操心了，闲云，都在按我们的设想稳步推进呢。我就说嘛，原来那些都是演技，闲云姨的为人果然非同凡响，为了帮我，连自己和自己徒弟的退路都不留，这才是真正的热诚待人，我还得多学。至于这下一步，啊，怎么了，佳明？买茶叶的钱该不会是你们几个出的吧？这可不行啊。莫慌，垫付而已。没错没错，用宁光的话说，这叫投资。我们几个先把钱凑到一起，让夏洛蒂买下，当特色礼物带回蒸汽鸟报社。等他的报道写完，说不定还能帮助拓宽未来的市场呢，收回成本已经是小事了啦。哦哦哦，做生意的事我都是一头雾水的，但肯定不能让你们亏钱了，我还是给回钱你们先吧。好了好了，晚些再说，对你来说现在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吧。嗯，这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件事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只是这势必又会麻烦到各位，说来听听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你的朋友，而且是因为想帮你才聚到一起，这种时候就别不好意思啦。好，请听我说。明白了明白了，包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分头行动吧。除了要去做商量好的那些事，风筝比赛我也是惦记着的呢。既然肖都帮忙测试过了，我们也去买那个名字难记的装置吧，装在我的风筝下面。蓝十字船队上的老板又见面了，欢迎二位，这是忙完回来了呀？上次的事还要好好感谢你们。我孩子他当天就跟着姥姥扎出了个风筝，还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呢，看把他乐的。嘿嘿，这你还是要感谢佳明。好好，我会的。二位是想买风筝吗？随便挑。风筝我们已经有了，想买一个那种枫丹来的装置，有丹麦的吗？哦，给，直接拿着吧。
安装的说明在盒子里面，步骤很简单的。哦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收钱我才不好意思。祝你们拿下风筝比赛的冠军啊。好，那就谢谢老板了。哎呀，哎，装上了，那我们就去做正事吧。这样一来，事情都做完了，我们去找个好位置吧。怎么？
好帅啊，我都跟着兴奋起来了。我们去找找他吧。哦，他就在那里，和他爸爸聊上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小妹妹。我们送送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师父就在附近。老爸，这次我先说吧。好啊。很精彩，看了那么久的武兽戏，连我也不得不说一句，很精彩。没想到老爸也有松口的时候。你呀，真想把它当事业做。对，我知道这会很困难，但是……那不重要。我是说，困难是客观的，但它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决定，你的梦想，还有你的行动。想当年我忆苦思甜，还是留给下次吧。总之，老爸，我改主意了，这风筝啊，也该往更高的地方飞了。老爸。儿子。啊，干嘛突然这么叫？是不是在心里想，真不像你，你还会说这种话？有一点吧。老是找不到机会说。其实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。哦。好了，我想说的话说完了。你刚才不是也有什么想说？他们俩聊开了呢，就连我也有种大功告成的欣慰感。过去吧。啊，那边，你的朋友还在等你。哎，可是。你好不容易才来璃月港。我会再在璃月港待一阵子的。喝早茶的钱就你来出了。哎呀，老爸，你真是的。去吧。好，回见，我走先。你笑得好甜哦。有吗？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啦。我想去找闲云姨，找帮了我忙的朋友们，好好多谢下大家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就叫上大家一起，我们去放风筝吧。旅行者，若你想问我是否见到海灯节的灯火与美景，你看，这座山后方便是璃月港，登高望远，能将夜幕下缓缓升起的风筝尽数收入眼底，如此便好。早些时候邀请你来此地找我，是有一件事情想做。
陪我放一盏宵灯吧。嗯，技艺不精之处莫要笑我。嗯，你果然会这样说，那我便松手了。旅行者，谢谢。